下内容涉及轻微剧透，建议者请直接跳过第一部分。这个周末，小静很忙，一直在思考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有人给我10亿，我要怎么才能在一个月之内把它花光？当然，花钱也是有限制的，比如直接捐出去，花大价钱把艺术品买回来再烧毁、黄赌毒等等，统统不可以。如果能完成这个任务，一个月之后我就能拿到300亿。如果不能，我还是那个穷光蛋的我。不过要是小惊悚一点，还可以直接领走1000万，只不过就要当自己从未听说过300亿遗产的事情了。要是你的话会怎么做？写到这里突然联想起当年从王健林手中接过5亿零花钱的王思聪。不过王思聪目标比较明确，转身就开私募做投资。对，这就是周末又一部爆火的国产片《西红柿首富》的梗概。至于男主角是怎么把这10亿花出去的，小金就不再剧透了。但要是大家实在没想好怎么花，30万倒霉股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再了解一下《西红柿首富》的去开心麻花花。根据猫眼专业版票房数据显示，电影《西红柿首富》才上映2天。截止小金发稿，票房已经冲刺到5亿，综合票房占比 68.5%， 远超排名第二的《狄仁杰之四大天王》。相信很多看电影的朋友都是冲着开心麻花这一品牌去的。开心麻花近年来推出的电影几乎都能成为票房黑马，好评如潮。3年前《夏洛特烦恼》以15亿的票房成为国庆档黑马，之后再推出的电影《驴得水》、《羞羞的铁拳》均收获拉不住的成绩，而《西红柿首富》又因被视为《夏洛特烦恼2》在还未上映前已经备受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主演团队基本上还是开心麻花的原班人马，但《西红柿首富》实际上跟开心麻花已经没太大关系，影片的出品方和操盘者变成了导演闫飞、彭大摩共同成立的西红柿影视。而根据企查查的数据显示，西红柿影视千金公司注册成立于2016年4月，法人代表为闫飞，前两大股东闫飞和彭安宇分别持股 32.5%， 张乐斌持股 18%， 李欣持股 2%。 开心麻花作为股东中唯一一家企业法人，持股比例为 15%， 其中彭安宇便是编剧、导演彭大摩的本名。在接受蓝鲸记者采访时，知名电影市场分析师南如民们也认可这一观点。他表示，项目跟开心麻花没关系，只是投资方之一，制片方是导演公司，口碑方面非常不错，跟开心麻花之前几部是打平的。豆瓣、猫眼、淘票票均持平，虽然非开心麻花作品，但导演编剧均出身于开心麻花，创作方法未变，这保障了影片的质量。票房或高达26亿，但口碑两极分化。根据南如民的预测，《西红柿首富》最终票房会达到25到26亿，而且电影开局确实不俗。但从口碑来看，《西红柿首富》却大不如开心麻花此前推出的3部电影作品。根据豆瓣评分显示，《西红柿首富》目前得分只有 6.9， 有人在贩卖焦虑，也有人负责贩卖欢笑。对《西红柿首富》这部影片评论基本处于两极分化，和菜头看完电影回来写了篇感动满满的文章，今天不用深刻。他说，如果你想度过一个一点都不深刻的周末，如果你也想在电影院里和一群人放声大笑拍掌吹口哨，如果你还奢望在欢笑声中感受到一滴眼泪的滋味，那我向你推荐《西红柿首富》。而界面新闻的记者看完回来同样也写了篇文章，止不住的尴尬忍不了的反制，里面写道，像《西红柿首富》这样的电影除了陈词滥调只剩下不自知的愚昧。可悲的是，部分人正在持续讨论和探索的努力就被这类大行其道的反制电影轻而易举的消解着，狠狠批判绝不留情面。西红柿首富与过去开心麻花系列电影还有一个不同之处，西红柿首富并非直接把开心麻花的话剧作品搬上荧屏，
而是选择翻拍自1985年版电影《布鲁斯特的百万横财》。强调1985年版是因为这部作品的原著小说在100多年间已经被13次改编为电影，光是印度就曾四度将这部小说搬上银幕。开心麻花此次是经环球影业授权拍摄，没有话剧前身加持，凭着开心麻花品牌效应高调上市，这也被看作西红柿首富口碑高开低走的原因。在电影上映前，已经有媒体对西红柿首富效果产生怀疑。自媒体属于梦工厂写道，从话剧到电影，本身在笑点和包袱的选择和积累上，已经历经了无数场实战性表演的检验和观众反馈。从夏洛特烦恼、驴得水到羞羞的铁拳，每一部电影都经过了巡回话剧表演的千锤百炼。此次西红柿首富则是原创的故事，不知效果将会怎样。自媒体不止八卦，也有类似看法。开心麻花以往的作品有着话剧基础，在舞台上锤炼打磨无数遍，再制作成电影自然是全部的精华部分，对观众的情绪早已了如指掌，所以哪里该笑哪里该哭都安排的妥当。而这次脱离话剧基础，在嫁接本土笑点时，显然有些刻意癫狂过火。比如王多鱼穷困时曾经去做人体寿司、人体模特的荤段子，很多人表示不仅笑不出来，还略显尴尬。漫漫 A 股上市路，新喜剧品牌西红柿更像是试水。开心麻花曲折 A 股上市路，新喜剧品牌更像是试水是自救。有人说不能太苛责，毕竟本身就是爆米花电影，还希望看出奥斯卡的深刻吗？其实电影好坏个人自有评判，小青也不是专业写影评的，就不过多点评了。对于一向关注资本市场的小静而言，更关注的是西红柿首富这部电影背后的资本变化。对于电影西红柿首富的去开心麻花化，看起来更像是导演闫飞和彭大魔两位老搭档想要打造一个开心麻花之外的原创电影喜剧品牌。要知道西红柿原先是作为夏洛特烦恼的故事发生的出现，而如今成为新影片主要出品方和作品名字。至于为何要打造一个全新的喜剧品牌，一方面与闫飞和彭大魔多年夙愿有关。在夏洛特烦恼上映期间，二人曾经在天涯访谈中表示，下一部作品不会再把改编话剧搬上电影屏幕，希望能够做原创的电影剧本。另一方面，小青猜测这或许与开心麻花重次 A 股上市受阻有关。2015年开心麻花挂牌新三板市场，但明显更青睐估值和流动性更高的 A 股。2017年6月开心麻花申报 IPO 并获得证监会受理，此后不到两个月，开心麻花就由于负责公司出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相关法律文件的兼资律师离职，而导致公司 IPO 申请被证监会终止审查。在2017年9月28日，开心麻花解决了上述问题，并收到了证监会同意恢复公司 IPO 的审查。无奈公司又遭遇了新的变故，因为股权结构调整，要撤回 IPO 申请。而如今受到环境以及范冰冰事件影响，影视公司想要登陆 A 股更是不易。此外，开心麻花是以话剧表演起家，尽管在2015年开始进军电影市场并收获不俗的成绩，但在市场人士看来不可能放弃驻演话剧转为真正的影视公司。而根据公开数据显示，开心麻花的电影票房比演出了业务更挣钱。2015年电影《夏洛特烦恼》为开心麻花带来近15亿票房与 1.31 亿元净利润，而在尚未进军电影行业前的2014年净利润只有 0.39 亿元。既然无法脱离演出主业，为了更好的朝电影行业发展，这才有了全新的喜剧品牌西红柿。这部电影更像是品牌的一次试水。对于上述问题，小金尝试联系过导演闫飞以及开心麻花 PR， 截止发稿尚未获得回复。